Hello， 我是 Ann 哈，我是在2011年进来 Cambridge 中学做工的。我工作的范围主要是帮老师、学生复印考卷啊，还有所有的功课都是我负责的。我最忙的时间是在印考卷的时候，那时是最忙的。我最怕就是在那个时候机器坏，那时我就头大了，什么都做不出来。这边的老师都很好，还有 AM 啊，还有 Office 啊的同事都跟我很合得来，都相处得很愉快，所以我很喜欢这份工作。放假我还是要来不过半天咯。这份工作我可以胜任，我最重要是工作环境好啦，所以我就希望能够每年都能够坚持的继续维持下去。